利州农民自发成立的农民自救大联盟，一向都为农民争取应有的权益以及实施耕者有其地的努力。今天该组织举办筹款晚宴，成功筹获了大约20000令吉，所筹得的款项除了用作经费之外，也用来协助农民支付法律和法庭费用。我们目前有两区的农民输了这个诉讼，第一个就是何先生的木怪人，他给法庭判了10000块钱的堂费，要他给我们就为他付这10000块的堂费。房学松表示，该组织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让农民们能够有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，他们希望能够和政府坐下来商谈农地规划的问题。